使用自制联盟储备指挥官培训模拟器，你会学到如何操作界面和对你的部队下指令。首先以左键点击来选取单位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画面下方会显示该单位的相关资讯，画面右下方会显示能对此单位下达的指令，可以下指令了。以右键点击信标，命令陆战队移动到此处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做得好，新进人员。接下来要教你警戒式移动，这个方法也可以让陆战队移动，不过它会自动攻击路上的敌人。请下达警戒式移动的命令，按下攻击键进入瞄准模式，然后左键点击地面确认目标地点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就是这样，指挥官，你很快就学会这些基本操作了。你可以从小地图看到战场概况，小地图的位置在画面的左下方，把滑鼠游标移动到画面边缘，即可随时调整目前的战场画面。现在请试着把镜头移到前，以侦测到敌方单位，我会派人支援你。你也可以左键点击小地图切换战场画面。很好，指挥官，你的成绩高于目前的平均分数了。在攻击敌方单位前，先选取全体陆战队。这最好是好事。自制联盟重视团队合作，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指挥一个单位或一支队伍。按下攻击键对陆战队下达警戒式移动，然后以左键点击地面确认目标地点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请点击发光区域的地面才能完成你的指令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你完成了这个训练，在自制联盟新进人员中排名前10%。我收到讯息，终止指挥官培训模拟系统。听着，我们现在需要一名指挥官，你是这几个月来最厉害的新人，怎样，想累积点实战经验吗？你需要太空工程车来采矿和建设，库存的金矿不足，快派太空工程车采集金矿吧。请说，马上行动。他们开始工作了，除非你叫停，否则他们会一直采矿。以为有加班费吗？你可以在画面右上角看到你手上有多少金矿。我们需要在指挥中心训练更多的太空工程车，才能采集足够的金矿。首先选取指挥中心，接着左键点击训练太空工程车来训练新的工程车。你做得很好，训练太空工程车需要时间，你可以一次多训练一些。你需要12台工程车才能有效采矿，我帮你在画面左上角设置了目标提示，帮你追踪进度。工程车，你就不用谢我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生产任何单位都会消耗补给值。在画面右上角可以看到你目前的补给值，还有它的上限。达到上限后就无法新增任何单位。
太空工程车可以建造补给站，提高补给上限。试着命令太空工程车建造补给站。在盖好之前，他可有的忙了。不过盖好之后，就能指派他新任务了。这就对了。工程车做得好，工程车的数量够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兵营来训练武装部队，选择太空工程车派他建造兵营。重要工作是吧？坏消息吗？这兵营看起来不错，接着来训练一些陆战队吧。我们需要五名陆战队才能出发。你的目标已经更新，可以追踪进度了。让开，要通过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尾随在后，冲冲冲！整装待发。继续保持下去，你很快就能升迁。让陆战队开始行动吧，该去搜索那些失踪的科学家了。选取陆战队，命令他们前往那座桥。慢着，指挥官，观测仪有动静，他在这个区域侦测到虫族生物讯号，我们得谨慎处理，使用警戒式移动来进行探索，这样陆战队遇到敌人时就能立刻还击。是，长官。了解。收到命令。找到科学家的残骸了，我得回报总部，在这里待命，等候进一步指示吧。巢的核心孵化所每隔一段时间会孵化幼虫，我们可以让这些幼虫变形为更有用的形态。你的补给不足，幼虫无法变形，让幼虫变形成王虫，增加你的补给值。没错，你的虫群成长到某种程度时，就会需要王虫来提高补给值。你的孵化所生出更多幼虫了，让它们变形成公虫，让你的虫巢成长茁壮。你现在选取了两只幼虫，点选变形为公虫两次，让他们都突变成工程。很好，工程
虫可以采集资源，或是根据需求图变成不同建筑。你需要一支军队才能占领这个星球，但是没有孵化池就不能生产军队。命令一只工虫突变成孵化池，工虫变形成建筑物之后就无法恢复了，所以你得变形更多工虫才行。很好，孵化池看起来又毒又臭，让幼虫变形成异化虫吧。你的幼虫充足，能突变出很多异化虫，别再拖了。一只幼虫可以变形成两只异化虫，树大就是美。现在我会教你怎么突变出更高级的虫族，但接下来你就需要高能瓦斯了。啊，附近就有高能瓦斯永源，太棒了。首先你得命令工虫在高能瓦斯永源上突变成瓦斯萃取槽。变形完成后，其他的工虫就能采集高能瓦斯了。你需要让三只工虫一起采集高能瓦斯，才能达到最高效率。对了，你的瓦斯总量会显示在画面右上角，你可以扩大群落规模了。有了蟑螂繁殖场，就能变形出更强的生物。看来你的脑子也在进化呢。蟑螂繁殖场变形完毕，可以开始突变蟑螂了。你的幼虫充足，能突变出更多蟑螂，别再浪费时间。要变形蟑螂的话，选择孵化锁，再点选选取幼虫，点选变形为蟑螂。要变形蟑螂的话，点选蟑螂的用途就是吸收伤害，它们强韧的生命力可以帮你征服这个星球。让人类尝尝恐惧的滋味。是虫族，速战队，歼灭他们！继续攻击，摧毁他们的基地。
里是金牛座四号星的第21突击队，我们遭受虫族攻击，收到了没有？请求立即撤离，我们需要。这个星球的一切都归虫族所有了。战士们，我人类的讯号是从这些坐标传出的，看来他们的士兵全被虫族感染了，我们必须让他们安息。在拉库，拜托杀了我，非常明智。我们的部队有护盾保护，只要没有持续受到伤害，护盾就能迅速复原。继续前进，我必须查清楚虫族感染的范围。好吧，部队前进，去查看前方状况。我的担忧成真了，这个星球已全数感染，我需要黄金舰队帮忙净化它。虫族的数量很快就会远远超过我们，我们得撤退。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。追猎者可以用瞬移技能越过障碍物。很有趣，这些建筑废弃很久了，但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它们，守住这里，撑到舰队抵达。传送门需要水晶塔提供动力，派一台探测机在附近越传水晶塔。左键点选越传建筑，打开建筑选单，点选越传水晶塔，进入放置键。左键点击传送门附近的地面，恢复它。那座水晶塔离传送门太远了，无法输送动力，在标示区域越传水晶塔。水晶塔可为附近的建筑物提供动力，并且增加军队补给。探测机效率很高，越传开始后，我们就可以派他们进行其他工作。传送门启动了，用他们来越传狂战士吧。我们需要更多狂战士才能守住这里，继续用传送门进行越传。为艾尔而生，我们是艾尔之剑。为艾尔而生，为艾尔而生。为艾尔而生。非常好，我们有足够的狂战士了，但我们还需要追猎者才能抵挡敌人。要越传追猎者，就需要机械控制核心。
舰顶级地面放置机械控制核心。做得好，追猎者会消灭那些虫族。从传送门越传追猎者吧。我们需要更多追猎者，从传送门进行越传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。那当对了，虚空，我来了。追猎者的数量够了，不过我们还是得步步为营。虫族接近我们的星河了，各位战士准备好你的刀刃，敌人攻进来了，撑住！各位战士，你们的英勇奋战为我们带来了胜利，黄金舰队来了。